是我们彰化控肉饭节。为了拍响彰化县在地美食的名号，彰化县政府在这个寒冷的季节特别推出了2011彰化控肉饭节，并由县长杜佩官热情代言，并喊着24点钟拢食会到烧烫烫彰化控肉饭的口号，邀请中台湾的乡亲12月21日拢会当踊跃来参加。真济咱各地乡亲啊，拢来彰化指名要食控肉饭。咱的控肉饭甲其他所在控肉饭无共款，咱的控肉饭呢是24点钟服务的。咱的控肉饭的业者，大家真可爱，啊，予咱的彰化全民，予咱所有乡亲啊，伫24点钟来啊，大家拢食会到控肉饭。饭控肉饭啊，是阮店专业，香就是阮店特色。欢迎各位光临。我们坚持每天用现宰的新鲜猪肉来给大家最好的享受。我们控肉饭，香又好食，希望大家来太平街中华上街控肉饭的所在来吃我们的控肉饭。记者会上，主办单位除了邀请彰化县内18间知名控肉饭业者，带着因的控肉饭来大力自我推荐以外，彰化县长杜佩官也现场品尝肉质 Q 底底的好食控肉，并强调欢迎民众到时都一定爱组团来报名参加。邀请大家12月21日来咱彰化参加2011彰化控肉饭节，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很多好吃的控肉饭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，大家可以揪团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彰化控肉饭节。恭喜现场为我们揭示2011彰化控肉饭节，就在12月21日，欢迎全台湾的民众担任我们的观众评审。一块一块露到尽头，并带着肥瘦肉比例适中的控肉，配着一碗白饭，搁加一点仔酸菜，就是民众真爱食的经典控肉饭。伫12月21日当日，彰化县立体育馆除了提供肉丸，搁控肉饭提供民众来免费试食。主办单位也接受民众报名来担任控肉饭的评审，有兴趣的民众会当打电话到彰化县政府询问。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。